哦，不是你的，瞎激动了，以为是你的。这样就行了是吧？人家爸的也很豪帅嘛。怎么了？直接打出来了。女孩，嗯，什么时间？嗯，对吧？对。叫啥名字？嗯。先等一个月。他的出生四年是过得快的月，还是过得慢的月？快的那个。阳历的那个。对对。什么意思？啊？按手印儿。没事。啊，行，你百姓。意思意思意思。在抢吗？在抢，我都是好吃的。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，我想我在那两天就在抢。抢完。啊？那蛋还给我吗？哎，给了，给了。放在哪？嗯，放在哪？好嘞。出来了。这是要给我们，让我们给我们俩就是。你这个打不出来了，打出来了，这样子。签字给收人。连后边这个。这地方填错了一个不要紧吗？哪个地方填错了？前面那个。对。不要紧，下午两点钟再过来。不要身份证。好了。下午再拿身份证再过来。两点钟。好了。我提醒不能办了。嗯。留个存根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嗯，拿一张红纸看，哦，我看看，放少了，然后再看，一共就一张红纸，嗯，多厉害了，怎么办呀，留白啊，我天哪，这么快就决定了，突然就什么，好几个月没决定下来，一下子决定完了。看一个过去，嗯，好了，嗯，我在回味呢，啊，万一后悔啥的呢？有什么悔？不好吗？好，嗯，挂了。